硕士应该是忙到没有时间出去 party， 号称 party animal。我都没有听过他飙过脏话。你如果是太过分，当然还是要可以教一下吗？乱说，这种对不对？话说回去，好音乐比赛，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到了黑，我多想跳上跳上车子，接我的哎、欸，我是整句唱完，帮你唱个完整的、啊。Welcome to our amazing talk show. Would you like to listen?To the uncensored talk show.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for our podcast. Wow, what is this? It looks fantastic. I must go. What? Baileo, the TMC has invited me back for this wonderful event, Trendy Taipei. No matter what it is called, if it is in the weekend, then holidays belong to only my wife and my car. Hey, Echo, Trendy Taipei is an amazing activity. You should go and bring your wife. Huh?I just got dissed by the mayor of Taipei City himself. Yes. If you like this episode, don't forget to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Turn on notifications. Also, remember to follow our LINE app to interact with us in real time. Although you are here personally with your invitation, but I think my wife is more important and my car is even more important.You are very rude, okay? The mayor is here. 哇，我第一次碰到这么不给我面子的，看我去现场好好调教调教你们。让我欢迎蒋万安蒋市长。Hello, Sandra, Echo, 你们好。终于等到你了。真的，哎，长得像不像？他的前男友。像不像？像不像？你认真的说。一样帅啊。好，那我们先来讲讲英文好了。好嘞。哎，市长会讲英文？会。为什么？是因为我在出国留学过。有，我长大吧？没有，我是在台湾长大，然后一直念到大学，毕业以后，然后才有机会出国念书。念法哎？哎，你是念硕士嘛？对，硕士后来对，然后法律博士。第一个硕士应该是忙到没有时间出去 party， 博士的话应该是很孤独，也没有办法 party。号称 party animal。你做什么事他们叫你 animal， 是很禽兽的事情吗？当然是没有了，不就是你知道，随着音乐的律动，所以你也是会很喜欢跟大家喝酒，在那边闹这样子。就是会跟朋友一起放松。他也是，我现在不会了。你现在不会？我现在比较少了。多久？两个月？大概两个礼拜吧。那你真的在美国的时候有被那个文化冲击过吗？美国文化冲击哦，我高中的时候。去美国，然后我就第一次觉得哇，美国什么都好大。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跟朋友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我就很喜欢吃他们的 popcorn， 然后他就问我说我要什么大小，我说我要 large。那以前小时候在台湾就觉得 large 是大家，就他一个 large 给我一个，我记得我是这样抱的，但我还是很镇定，然后还是好抱着，然后淋好多 butter， 然后对那一桶 butter， 他说 butter， 他不是你讲一次 butter。Butter，、wow. 有种今天市长在你说我讲美国腔很难听，你讲啊？怎样怎样都好都好，但是就一个爆米花就让你文化冲击。人上面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其实那时候法院毕业，然后考上律师，在旧金山，在湾区有一个大事务所 Bay Area， 大家印象都觉得哇，美国工作是很 casual 啊，然后大家很 chill 啊，对，但。因为 law firm 还是很严格，那种 senior 的律师，哇，有时候你的 memo 没写好，哇，很凶哎，啪！你被霸凌是吗？不是，他就是会要你要求你写改到好。他们对英文的要求会几乎要 almost perfect。对，但是他根本不管你谁哦、喔，你没有讲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不会，他不会。你不会跟那些律师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所以 Sandra， 你平常也会跟人家这样讲？当然不会啊！你知道我是谁吗？名字都给 Sandra。哦，我真的会被你气死。干嘛？我怎样 ？Amazing Talker 是有10,000名全球家教，100,000名学生，而且还是台港最大教育平台。你到底有没有听懂啊？你这什么好难懂的啦？请上堂严格的决定购买课程，上课的时间、地点、内容都能自己选择吗？谁不知道啦？配对，帮你找到最合适的老师哎，好吗？而且什么学科都找得到，就是数学、国文、化学啊，都有专业老师，有客制化。啊，烦死了！你也没心 talk 啦。反正就是点击留言，限时领取300元，
折价券。你看，这很尴尬了。你就 amazing talker 啦，不会这样好不好？拜托。所以市长在美国好像过得还行哎，还是有什么辛酸史？就回到我们到旧金山工作以后，遇到金融海啸，我就被 lay off。哦，你被 lay off？ 对，被裁员。就是我记得有一天早上，然后就接到一封 email， 就忽然 partner 就说好，今天有一个紧急会议，然后要到会议室去，然后就说老板，然后一个人事 HR 的人，然后就第一封信。哇，这所有的工作人的噩梦。对。所以我也领过失业救济金。哎呦，对。那直接问一个哦，有人歧视你吗？我觉得还好，因为长得帅，对不对？如果你长得很丑的话，就会被歧视。你有被歧视过吧？没有。我也没有哎。所以很多人说遇到，我就想说，哎，他刚刚那个问题是怎样？我要讲，就是因为我念书在费城，你们也知道费城有几个区是治安不太好的。对。那时候，因为我们校园 campus 是离危险的区域还蛮近的，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晚上要去宿舍找另外一个同学，然后就走，哎，就碰到一个美国人，就类似像流浪汉，然后他手上拿了一个针筒，然后就在我旁边要刺你吗？我觉得是有一点，然后他就是一直用言语刺激你，是像什么言语？吓坏了吧 ？I got needles for you。他就是一直问你说。Why are you working here? Oh yeah. Go back to where you're from. 对，这种，然后就是一直要激怒你，刺激你。那你有回他吗？我没有回他，但他就一路跟着我走走走，然后我就赶快走到我朋友的住的地方，然后赶快进去。那留学的时候，我下雪下到个爆炸，然后等到你真的因为雪而摔倒的时候，你就会超级想家。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讲想家的。接得好顺，哇哦！好，想家就是因为想家想到病了，所以市长想家英文超级简单，叫做 homesick。自己个人很喜欢是 nostalgia。Oh yeah, that nostalgia 是它的名词，所以名词就比较容易，你什么都不讲，就直接讲这个字就好。结果你回来从政，蒋万安市长是听起来是个好人，所以认真的问了，你觉得当好人是不是政治人物必要的一个 talent？我觉得应该是好人有时候很容易被欺负，你就是要比较凶一点。那像你会不会其实有时候回家暴气的，然后回家摔枕头说那个谁谁谁今天给我笑死？在家里生气比较难吗？应该在市议会生气比较简单。但是我都没有听过他飙过脏话。但在议会上面当然不可能。但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是太过分，当然还是要严厉的制裁。可以教一下吗？你不会说你放屁？这个屁你在放屁？我在议会上面是不会这样。那你要说什么？乱说！哦，这种对不对？话说回去，哎，好有中气哦！你是没有提高音量的，就已经很猛了。那你不要跟他说“听你棒塞”，这样太绕口了。听你棒屁啊！你乱讲！你还笑？可是你们怎么样对所有人笑？我以前当发言人的时候，我大概开三个会，我就觉得很想变脸了。笑一般还好，但是有时候。有些活动跟场合是很多人排队要拍照的，哇，那个累积下来一天大概3000多张，真的会笑到嘴巴都有点僵，然后要可能中场休息一下，然后做一些动作，不然真的笑不起来。你真的太厉害了，因为像我们这种小有名气的人，有时候也是一天会遇到三张，我都觉得好累。一直这样笑，你回家会发脾气吗？因为有时候我这样照一照一照，我回家就会觉得我没有想笑，没有想要任何动作。不会，不会，会比较累，但是因为我现在还有三个小朋友，所以回家还要当一个好爸爸。你那个大儿子真的非常懂事，对不对？哎，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看过一些你跟他的一些访问啊。他是蛮成熟的，蛮感动的是他会跟朋友分享，比如我爸爸小时候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故事，哦，我想说，哎，他竟然都还记得。爸爸以前参加古诗吟唱比赛，就比赛前一天感冒，声音整个哑掉，在台上唱的时候，就是啊哑哑的声音唱古诗吟唱啊，什么古诗吟唱？这是什么比赛啊？我日一山间。黄河入海流。你不要笑，害我笑了。郁郁秋，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虽然说刚刚讲到了 homesick 跟 nostalgia， 但是这个怀旧有点怀太久以前。我觉得太特别，因为我没有看过你这样哎。下一次王世坚对你这样的时候，你忽然来个措手不及，没他从此我不是我跟你讲，如果是哇王世坚，他会跟着唱。好的，来，我们今天重点是我的老东家北流。这次我们的 Trendy Taipei 潮台北活动。我们是从9月2号到9月8号，我们邀请不止台湾大家很喜爱的歌手、知名的乐团，我们也邀请包括现在在网上很红的《晚安大小姐》的主唱。哦，他之前跟他们一起跳舞。哦，那家伙要来了。那我在台北，我的行径就是有哪些据点我可以去？其实包括像北流，以这边为核心。另外我们也结合台北市有几个 live house， 我们就希望让整座城市都沉浸在这样子超台北的音乐活动当中，然后很多我们有10个领域的意见领袖，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样让台湾的这个影视产业结合最新的科技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像你每天要背多少这种东西啊？因为我刚看你讲的，我想说大字报没有啊，你为什么可以背这么顺？我因为我们很用心在规划这些，已经内化成我的 DNA 了。今天因为我们市长都来了，所以今天企划特别准备的是对于台北这个知识还有这个活动的知识。那答对最多题的人就是真懂台北。但是市长，这个应该是你吧？如果你没有是得最多题的，那你就糗。什么意思？这是晚上要睡觉不是吗？提示它是什么颜色？温色。一讲颜色大家就知道。温色调，温色调。谁？我还不知道温色跟暖。冷都不温暖色。暖色系，热色系，你后面那个是冷色啊，蓝色冷色。所以是。你们写什么？淡水。Yeah。淡水新一线是这个声音的，你根本不做捷运，那边装什么懂？还是Jam Jam Major， 三个，哪来的三个？所以没有选项，对不对？没有选项。但其实在网上有8个意思，不就两个亿吗？其实有蛮多的，真的。等下你看，好哦。我只能两个，我是果酱跟即兴玩音乐的意思。对啊，还有一个塞住啊。塞住，对，你们这些人都没有读小学是不是？ Traffic Jam， 对， Traffic Jam， Traffic Jam， 真的，对，而且还有东西卡住也可以讲啊， It's Jam， 天哪，我居然输一口，潮音乐比赛，这个怎么玩？要放音乐，用抢啊，用抢，好，直接举，你是妙丽吗？都还没有，人家都还没有问完你就举手。我超前部署啊！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到了黑。我多想跳上什么离开伤心的台北。我多想跳上车子，车子。我多想跳上等等离开伤心。跳上车子。哎，你接我的哎，我是整句唱完只没有。你没有完整，我是完整。不然你唱个完整的、啊。我多想。忠孝东路，忠孝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的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这个是真的会唱，而且刚刚对着我的耳朵吼啊，真的很大声哎。哦，我会了。你竟然是在这句话的前面。哦，对啊，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那也不用猜了。对呀、啊，大家都会，各加一。好，再来。没了，就这样子。没有台北的天空。台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这个你知道吧？台北的天空你不知道？你真的不会台北的天？那大象的长长的鼻子那个你会吗？大象长长的鼻子真昂扬，很好，很好 Q 哈，超好 Q。好，那我们分数的部分，我好惊恐。分数的部分，市长跟 Sarah 同分，所以 Sarah 是获胜的那一位。我已经知道我会赢了，我已经自己拿来了。来，市长你还是可以颁给我。Trendy Taipei 9月2号9月8号，欢迎大家来。耶、yeah, ，我得奖了，好开心哦！
不客气。唱歌真的，普通。明月几时有？有get到，有get到。把君留问青天。感谢收看这集的你，别忘了领取底下留言的300元课程兑换券。像好朋友一般的优质老师就在 Amazing Talk， 你还在等什么？Amazing Talk Show 扩大招募征才喽！不管呢，你是对影片剪辑，或者是对经济有热忱，我们都有适合你的岗位，赶快点击连结了解更多详情的。这样以前有会很想家吗？会，所以特别食物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到费城念书，对，然后住的宿舍是两个一人一间，但是两个人是共用一间厕所，所以厕所有两个门。我进去的时候要把对方的门锁住。懂懂懂哦，那种懂懂懂。对，然后很小间。这故事的走向该不会很奇怪吧？因为你讲这个要讲到想家。是要 homesick 啦。对啊，所以我想说讲到厕所哎、欸。就说没有厨房，但是还是很想吃家乡的味道，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插电的电炉。对，但你刚刚不是在讲厕所吗？没有，我要介绍一下我宿舍的空间。哦，我以为你在拿到厕所去做什么事，我想说这个逻辑在哪里？我让你有一个想象跟一个画面，那个宿舍是长的样子。梗很大哎、欸。就有一次我真的超的超，烟太多，一个警报响。对。哇，然后那个我们的宿舍警卫真的全副武装冲进来。对。他就说什么回事？因为还会洒水。可是你不吵就没有那个味道啊。